发生确诊算是相对高的一个地方。我们的这个消毒队员现在正在一层楼一层楼的呢去喷这个消毒药水。这里的主务区呢，检验出来的结果至少有2到3成的人呢确诊。那目前呢，陆陆续续呢在栽送着。在这边告诉大家 ，Seruling 的感染群呢，有一大部分的员工就是来自这一带。那就是所谓的班纳苏丹苏莱曼 Cluster Seruling， 目前的这个累计的确诊病例呢将近1000宗，昨天就爆发了800多宗，这样的情况着实让人担忧啊。所以在这边奉请大家，病毒就在社区里面，就在所有人的身边。因为呢这最近的这两个感染群呢，其实不仅仅只是外劳，只不过外劳是大部分，那小部分的这一些本地人士基本上呢都住在巴生各地，甚至于跨县都有，所以请大家小心。而我得到的消息是，眷属呢从礼拜一直到确诊到今天为止还没有来把他们载走这一点请大家要注意OK，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消毒队在进行的这个烟雾式的这个杀病毒的方式这个是用特定的一种套就是目前国外在使用着，然后我们也在开放，你看看吧这里的这些小孩子呢大人还依旧的话不知道这里有病毒发生。